我不敢，你这个登徒子，怎么老耍流氓，动手动脚，干什么？你放开我！我不放，放开你，你又开始打我。我不打了。既然不打了，那你让我再抱一会儿。自你带我拜入西轩，每夜在我梦中出现，让我日思夜想。这山上已经许久没有如此恩爱的鸟儿飞来了，今日倒是让我逮到了一对儿。你怕不是个疯子吧？长这么丑，肯定不是咱们西玄的人。你不是谪仙吗？逃的未免也太狼狈了。 你没事吧？没事。姐，小心一点。 丹田，还好我之前看了那本上清诀，练就了过目不忘的本领，没想到在这儿竟用上了。